钟敲响，敲响，掀起了波浪。敲响的是八月，八月的正午没有太阳。胀满乳汁的三角帆高耸在漂浮的尸体上，高耸的是八月，八月的苹果滚下山岗。熄灭已久的是灯塔，被水手们的目光照亮，照亮的是八月，八月的及时又临霜降，海底的时钟敲响，敲响掀起了波浪，八月的梦游者看见过夜里的太阳。涨潮了，这个潮很快就会退了。你从哪里来的？北方。这里的海滩很有名，我是坐火车来的。你在这里工作吗？这里平常没有什么会来。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，高尚是高尚者的是高尚者的墓志铭。看吧，在那镀金的天空中，飘满了死者弯曲的道路。在那镀金的天空中，飘满了死者弯曲的道路。冰季过去了，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？好望角发现了，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近？
到这个世界上只带着纸、绳索和身影，为了在审判之前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。告诉你吧，世界，我不相信。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，那就把我当作第一千零一名。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。我不相信天是蓝的，我不相信雷的回声，我不相信梦是假的，我不相信死无报应。海底的时钟敲响，敲响掀起了波浪，敲响的是八月，八月的正午没有太阳，专门指着三角帆。海洋注定要决裂，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；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，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风景。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，站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，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，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。